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一丁啊，继续来那个第13节课，然后就是对，我们去做一个那个这样子，把我们前面2节课一些资料，然后合成变成一个就是说有剪切的这样子一个怎么一个册子，那这样子你们以后就会做一个整套的什么 VI 设计，一开始 logo 什么的这个。很难去教你们的，或者你们有一些什么要求，你给我说，我故意做一些一个视频，这样子会好一点。然后这样子，你看这里有很多很漂亮的一些不同的排版，对吧？反正我就随便抽一个吧。然后就要不像这种我不太偏好，因为通常是怎么样？就是在这里嘛，我素材已经放进来了。就是你正常生产的话，你肯定是说，比如说我现在一个鞋，你像这样一个斜的嘛，对吧？那它肯定是要把它本身还是一个正方形啊，长方矩形的这样子一个纸，那它是把多余的部分给切掉了。所以说这种其实这种排版好看好看，但是很浪费。那像这种我觉得能接受了，起码就所以说通常折起来尽量保持是一个矩形的。像这种也是这块，可能是烧掉吧，那还行吧。但这些的话，你看就保持个方向，主要是一个生产的原因了。那像这种的话，哇，那就相当像这个这种啊，相当的浪费。为什么？你看这里就是这个还好，但像这个上下的话，那等于说我上面这块，还有这块，还有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就全都是浪费掉。那我选一个，反正有很多，看你喜好吧。我就选一个这种吧，可以吧？那就是1、2、3，对吧？我们就把这3面给去掉，我就只做这3面，可以吧？然后就这样子上下2面，OK 吧？就前后2面，那就用一个 A4 纸把它简化一下，因为那么长的话要用到 A3 纸，如果这么长的话，那可以用 A3 纸，然后一张 A3 纸里面切开，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。那我就只做3面，1、2、3嘛，它3个色嘛，对吧？好，那就一样，然后。之前我做过那练习，也知道就是说我是怎么让它规整的。你说算，其实，对，反而还是那句，不用什么都算一遍了，算一遍，多累，对不对？再怎么精准的数值，对不？数值它是怎么讲呢？永远不会被那个，就是总有数值，它是永远不会被除开的嘛。所以说，这种情况吧，我觉得就不要太纠结这个东西，对吧？反正大概差不多啊。因为有些地方你抠那个细节，自己也抠得累，我是觉得就没必要这样子去那个啊，sorry，不要这样子去那个作践自己啊，这是我的一个观点。然后一样，这里给他留个5mm 的这样子一个尺寸。好，那一个一样把这些辅助线我们给拉一下，这样子。那这样子像上次一个海报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各种 VR，其实就是各种一套的一个，它没有说一定要有册子，一定要有 CD 封面，一定要什么，它反正就意思是说，我给一个组织，给一个品牌，然后去设计一套配套的东西，像卡片什么的，那要配套什么呢？这个东西你自己来选，通常是，就是说你觉得有什么，它就有什么，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。那如果是这一种的话，所以说有时候你说要不要卡片呢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就是说，你觉得它需要有你就放，但不要说我全都放，因为这样子你出来一个东西很无脑。这种东西对，不做设计不太建议这么做啊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一个框架给打好了，那我们回去看一下。好，一个斜的，第二个是一个斜，那就是说，那我们就中间平衡左右斜的呗，这样子简单一点，可以吧？就左右这样子斜的，那就弄一个，看一下一个三角的，啊不是，弄一个三角形吧，回去点这个图层，3，OK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对，它直角三角是吧？那行，我们就啊简单，我们这样子拉个正方形，然后对半切呗，这样子可以了呗，对，一个正方形嘛，对吧？就我个人比较这种地方，我比较追求比较规整啊。好，然后再拉个块。啊，行吧。然后点了一下点，把这个点取消也可以。那这也是一块黑色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这样子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块黑色是完全盖住的，那我们就把这个给它放到上面那一层去。对，因为要多复制几个。
所以反正就回去刚才那个，就是说一套 VI 它没有固定一定要怎么样，但是你看需要呗，就是还是这样子。然后这样子做，反正就是因为没办法说一个东西，很多人我知道都很喜欢说啊，关金牛一个搞定，就是找一个绝对性，他说哪一单不建议这样子做，反正就是没有一个东西能完全符合所有的情况了。好，那这样子一个白色的部分，对吧？白色那肯定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排版，那我们按着它来排，可以吧？那按着它来排，我们可以这样子。当然，我现在是偷懒，你们自己做的时候就是要自己重新用心做，好吧？就不要这样子。然后我把放在这边了，这个正面，这个逻辑关系自己想一想，哪一个正面，哪一个反面，可以吧？我就不说那么多了，好吧？那就这样子。哎呀，Ctrl Shift 加 G，好，解开群组，然后。这几个我们把它改回去黑色先啊，就通过这样子来做一个自己的一个对，好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不要我们黑色，然后上面一个，我们反正它这里有三个小，它刚刚我看到它这有三个小箭头，我们也跟着做。红色那颜色你们自己去考究，我就用这个直接一个色板上面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教学啊，因为有些东西的话我就不想弄太死，弄太死的话，第一个，你们照抄或照什么也觉得很复杂，有时候。那像这里哦，这样子哦，它会很多细节是吧？那我们就这里，它上面黑的，那我们按照它的上面就黑的呗。那可能这里粗一点，然后这个线好像，然后我再玩一条线啊。我个人是经常用玩线条比较多，就玩这种竖的，就是像平面那种色块比较多，我真的很少玩那种，因为本身。跟我工作和我专业也不是很搭干的这个问题。好，那这样子，然后这时候 Royal Botanic 对吧？然后我想这样子，我再弄个大一点的。那因为这里是18嘛，对吧？那我再来一个那个24或者21，24吧，好像大一点。对，这样子，然后做一个这样子一个对齐啊，这样看起来好像，对，刚才看起来就是其实完全就是玩排版，这种就几乎就排版就这种。好，然后再这样子，那这里我们有个小箭头了，是吧？那刚刚的那个封面好像已经没了，对吧？然后你这边的一个信息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照完纸这样拿过来。当然，如果是你们自己的话，不要像我这么懒。但是现在告诉你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像现在这样子，一开始，你不管做什么，你所有素材准备好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哇，现在好省力。你会发现，其实我现在做好像很快，因为其实很多素材，你看我都是搬过来，然后怎么样？进行一个调整，那这样子会有什么好处？快，就这么简单，快。然后这个我想让它一个还是一个版面，我喜欢让它还是一样松一点这样子一个状态啊。然后这个地方的话，其实个人来讲，我是喜欢这样子多一点，占地空间这样子多一点。但是还是要看一个最后打印的效果。如果打印说，哎，打印一遍，我看好像，哎，好紧呢，这看起来好像怪怪的。那没关系，反正就是那就你再把那个调，就反正你觉得太松，你就调松一点，你就调紧一点呗，太紧你就调松一点呗，反正就是这样子一个状态。好，那这样子中间反正都是内容信息，那这些反正一写法好，那这个网页我们就不要，对，因为下面剩下就自己排。那然后再下来这样子，给它改成一个空心的吧，红色好像也太跳，而且它这个有点小。它那个应该比较小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给它调一个小一点的，对，那这样子，哎，看起来高级很多，有没有觉得？这样一看好像很高级，这样子细细的这样。好，然后这个地方对吧？记得吧？我们当时用的一个后面的一个东西，一个版面对吧？那这时候呢，个人来讲，你反正照，我现在我是照用，但是你们不要这样学好吗？真的不要这样学，求你们啊，就是。有些地方你们就是还是一样，就是我建议是说你们还是拿一张纸，然后去那个重新去把排版，就很多东西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理由。如果是说你没有理由的话，我觉得是怎么样？就是说那个盘你最后解释不出来的话，那个排版变得会很没有意义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我现在把四个给拆开，然后去那个 fix，就是说 match 回去就配合回去我现在这个册子嘛。因为有一个问题，你看我现在。这个字体跟这个字体不一样，那你这个字体也是大小，你们觉得好怪，好像看起来不是很舒服，对。那通常都是怎么样？我打印完一个第二样板，然后呢，打印完第一个样板，
以后，然后我再说去看怎么去调整这个情况这样子。那你说字体的时候啊，你说我一开始看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，下一节课会解决一个这样关于字体这样子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说我现在这样子一个排版一个状态的时候，但是我要怎么样去，就是说尽量是说让我字体看起来比较协调，那这样我就大概配啊，你们就不要这么做好吗？就这样子，然后我比如说我现在这样，OK，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，然后再把它说啊。当然，你们如果自己有素材，那字体肯定不会像我这样子，就是乱乱一通的。你们肯定是说有打自己的字体这样子。但是我现在这么弄，你就会觉得说很，就意思。但我想主要表达是说，有了这个素材，你会省心很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，所有东西，你只要不管你学什么软件，对吧？学软件有一个很忌讳，就是说，我不管怎么样，我先把软件打开，我先把文件打开了，先做了再说，千万不要这样子。真心的不骗你，那比如说像这里，我下面故意空一点，为什么？这样子看起来比较舒服。如果在排版的时候，那觉得很密、很烦躁，会让人觉得好。那这样子，那你说我这里有很多素材，是不是？要不要全放？我觉得可以这样，我觉得没必要。就好像现在这个，对吧？这个我之前群组了嘛，对吧？那就这样子，我这次我不放号码，我就这样子，我这边我就放一个背面，因为到时候折起来的时候，你记得吧？就是说 A。然后第二面、第三面背面，我就这个背面上面我就这样子，好吧？然后这次我现在这么想啊，这个背面整个是这样，那我回去吧，我把这个盖到这里，然后这个地方我想这样子，我把这里穿到这啊，你看，就是有没有感觉，就是一个流动感，就是让整个有一个很平衡感。德国的东西的话有一个好就这里，它这个平衡感做的是非常好，就德国很擅长做这种平衡感上面的一个处理。然后你看，我这里现在已经有一个字了，对吧？然后在这个地方，那比如说我可能是这样子，我放两张很漂亮的照片，我就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地方，当然，你看你自己一个图片了怎么处理，这个东西对。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地方我这样，就是一边，然后就露一点点一个好，就是好看的东西，但是我只露一点点看。那这个字体我就不调整了，因为下节课会跟你们说怎么调整，好吗？就是当然就是也是一样，但这个东西也还是要你们花时间做，就这样子。因为今天我不太想说，我还是希望是说你们看视频的时候你们会自己思考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。如果说看完视频然后不思考这个，我做这个视频感觉没什么意义了，这样子。哎，这样，然后呢，蒙版，然后这样子，哎，你看，就这样子一个效果。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，那这一次呢，我就觉得这样子啊，当然这个排版其实说是好看嘛，个人觉得不好看，为什么？没有思考过，因为正常我肯定会把一个东西给画好，然后这样子给它弄上去，这样就画好，然后所有的图片给布置好，然后这样子。但现在是跟你说怎么样去弄，这样子，就怎么样从一个没有东西，然后衍生到这么一个模块，这是我想表达一个东西。然后这也是地图，对吧？因为一开始拿到是哪一个面，这个面还有这个面。那一开始看到哦，后面是地图，然后时间还有它的联络方式，那就一开始两个面给别人主要信息。然后这时候一打开，然后就为什么我会放两张图？因为我放一打开的时候，把这面一打开以后，别人会看哇，这两个地方很漂亮，那会变成什么重点所在？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再下来的时候，可以怎么样？就是说把，比如说，比如说我这边是一个内容信息，对吧？那我把这个地方，因为总是需要点文字信息嘛，那我就这样子。那你现在看到，哎，我现在故意用这个版面，好像不是很合适。对，我觉得你会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在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说有时候现在你们就发现说，哎，不是说版面都合适。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，所以说你不要看到什么啊好看，我用就一定好看，不一定这个东西啊。然后你看我现在这么放，那下面这个地方怎么去处理的？那这个就是你一个的技巧问题了，可以怎么样呢？比如说这里这样子，我斜了嘛，对吧？然后这样，当然这就可能是说我放一些比较额外的信息，然后这样子，那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没那么松动，就看起来不会那么乏味。或者你要把它空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绝对没有问题。或者我就这样子把它空了。我觉得也挺好的，反正里面嘛，对吧？可能留个空间给别人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啊，我觉得也 OK。然后这时候，左边这边都是内容信息了，这边有一些额外的信息了，对吧？
那我可能就这样子，记得吧？就那个 event 对吧？那我就可能是这样子，这样子一个地方对吧？然后我这次我就放在这里，我就让它占了这个整个这样子一个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不好意思。然后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这样子挪过一点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把它缩小，稍微缩小一下，对，然后就有一个小小照片。当然你不要像我这样子说，我重复，那就给你说我整个一个东西是怎么归建，就是说归建出来的，就这样子一个东西。或者我前面我可能排了这个部分，不知道你们上节课有没有看？那可能是说我没有看呢，怎么办？那回去看一下，麻烦你们。如果或者你看啊，最粗暴的方法就这样子。可能是说我那时候我排了很多个，那行呗，你就这么放一下，就这样子呗，就这样子放很多不同的东西，然后去。当然这个板我觉得不是很协调，只是说快速的话，你这样子准备好，你一天可以出两三个方案，但是这个只是快，对你的一个设计力，就是说对你一个怎么讲，对你一个整个的就是排版能力没有任何帮助。这个真的很诚实的告诉你们啊。然后比如说像这里了啊，这时候我可能就这么处理呗，那就这样子啊。那这个头我不想裁掉，对吧？然后就这样，这个地方当然，那这个地方我肯定要怎么样往下挪一点呗，就这样子。那当然有些问题你要很在意，比如说这里粗细啊缝不一样，对吧？这些东西自己要注意好啊，不要说差不多，因为你一个东西大起来，不管大还是小，都会很明显。因为这个东西你不协调，你有些人一看，有些人眼神比较好的，一看就能看得出来，能懂吧？然后这里比如说我这里好像信息好像差不多嘞。那这时候我不想放这张图，我想放回去，这跟这边一样的也可以啊。反正就是你看你一个东西呗。反正就是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所有东西永远是有限的。你不要想着说无限这么放，就是说不要想着东西就说我把所有东西很好看，我全都一起放进去，这不就搞定了？不一定，有时候懂吗？就是说，有好的自然有不好，对吧？好看的东西它是需要丑来衬托出来的。就这个东西好像很伤人的情况，对，但是对，这个就是一个事实这样子。那我现在我可能就我先储存一下好吗？然后我储存完以后，哎，你看 A 面 B 面就这样子就完成了。那比如说手机界面，那你们自己要对应回去，就是我一开始打开 MAP Mac 的那一面。当然你不要用 Mac，你改一下别的字体好吗？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排版方法，就是说。你会发现，就是说你一个做好，然后到做第二个时候做不同类型，然后你后面会发现怎么样？只要你一开始那个铺垫的准备的工作做得越好，你后面做的会越顺。那你这也就是说你一个学软件最重要的东西啊，比如说 Gotcha 对吧？大写。比如说这样子，那我可能就这样子或者对我这样子 Gotcha 对吧？那我这次我可能这个字也太大了，就把这个最后把这些内容信息给改一改，对吧？那可能首先这样子做有什么好，有什么不好？第一个不好的地方横版，对吧？这样子做，但是好处什么？风格很统一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它需要慢慢调整出来，就是说看你需要做到多好，有些东西，就是说有些东西我觉得这样子你好像觉得现在一看这个好像很空哎，但是这个不空，你怎么会选的这边还有这边很密集啊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。好，那一个大概的整个排版就这样，然后现在导出，哎，给你们看一个效果好吗？就是这样子，哎，我导出到桌面吧，好吧，JPG，因为等会可能还要把那个 PS 视频给拍一拍，这样子。然后反正就是说，如果是电脑看就 RGB，打印的就 CMYK 就可以了，因为是一个色板的问题啊。那现在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效果啊。然后就这样子了，然后就看，反正很素，你可以打印出来看一看这样子。反正整体来讲效果不会太差，就是这么做的话，就只要你东西准备够，这个东西一定不会太差的。准备的不够，再好的排版一样是死啊。好，那个课就到这里，那个谢谢大家。